小三四五年级的时候吧，因为我看到我堂哥在玩那个棒球游戏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想要玩。然后你玩就会想要尝试怎么去玩嘛，所以我们就会包那个纸球，在后院花园那个什么菜园后院打棒球这样。对，虽然是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训练，就是觉得好玩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是想要再进一步的对棒球的了解这样。啊，那个，那什么牛肉，哎，煎牛肉，炸牛肉，炸牛肉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和牛，它里面是生的，外面是炸的，然后它有那个铁板在这边，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要吃几熟的，你就在那边煎，煎完再吃，然后配饭，哦。台湾假如进奥运，我觉得是对台湾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吧。因为奥运是一个在运动上是很高殿堂的比赛，然后更何况棒球是我们台湾的国球，所以假如这一次能进去的话，我觉得是对台湾是一个棒球界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然后跟往后几年的接下来的学弟们打球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动力。